道，我是阿什利。今天呢，是一个这个是个临时的视频，这个是个临时的视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我住一块的那个朋友，他有猫，然后这个猫呢，每天吃很多，很胖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准备给他减肥，然后是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10点开始给他喂饭，然后他现在是9:07，他一直在叫。然后我朋友他在研究生的那个 orientation， 现在只能是线上，所以他在开会。我一会儿呢去把猫接过来，猫一直在叫，而且饿得像鸟塑料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胖酱减肥的一天。你吵死啦！我得先把这个毯子收起来，因为它会踩。你看，它踩的这个痕迹。哎呀，你进来了，胖姐。它已经饿得开始吃塑料了。胖姐，不能吃。现在呢，我是要把这些塑料收一收，因为这个本来是垫在床上面的。胖姐会吃塑料，但是放在外面也是有塑料的，不如把它带到我房间里来。好了，我已经把塑料盖上了，我们现在把胖酱召唤进来。可怜的胖酱在等着吃饭，但是你不到10点，你妈妈不会给你喂饭的。胖酱，进来进来。哎呦，这还有个塑料袋，我放薯片。胖酱很喜欢箱子，所以他一般都会在里面待一会儿。他跳进去了。开门，想出去。胖酱，别叫了，胖酱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，你该减肥了。胖酱，看现在几点了。撞死我的手了，10点了。好的，你妈妈嘱咐我要给你加半杯，咱们走吧。你快吵死我了。这算半杯吗？再少一点点。Thank you.
吃饱了睡呀，啊，再睡觉呢。我刚才在玩电脑，然后门口有一只小猫在扒拉我的门，现在去打开门看看它是不是还在门口。请问您找我所谓何事？看看你的肉，来，你看看你的肉，你看，你都有乳沟了。一个我没有的东西在猫身上。这是我们的晚饭，鳕鱼还在煎，胖酱在。胖酱，你到晚上十点才有饭吃啊！胖酱，你多睡会儿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小乖乖，小乖乖不喜欢被人摸爪子，你看，我摸它就缩回去。啊！你要出矿了，胖酱。胖酱，胖酱。咦，我一叫他的名字，他尾巴就会晃。胖酱，胖酱，别叫了，别看着我啊，不要吵我，不要烦我。
看见吗？它的主人。冬南瓜。哦。20分钟就吃到了。嗯，孩子，你想以后每天分四次啊？嗯，6个小时给你一次好不好？你在搓？日常检查黑头。开始抓你的袜子。之前最后4分钟，嗯，最后4分钟，胖酱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有点少。慢点，吃慢点。我之前吃太快了，就很容易吐。慢慢，慢慢咬。